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等差数列还有等差级数的公式，就是说 BN 项这个是 AN， 它会等于首项 AY 加上 N 减一乘上公差 B。 好，那这个当然很简单，大概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归纳就可以找出这个。好，比如说你第一项，这个第一项是 AE 嘛，好，再来公差，所以是 A1 加 D， 就是 A2。 好，那再来再加一个公差 A1 加上 2D。 好，所以这是第三项。好，那一直下去，那你就会发现说你每一次都多一个公差，那这里就一个，这里又一个，那总共就有两个了。好，那 A3 的话跟 A1差两项，所以差两个公差嘛。所以你到了第 N 项的时候 ，AN 的时候，那它应该是 AY 加上几个公差了，那就是它跟它相差 ，N 跟一相差，那就有 N 减一个公差值。所以第一个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 ，AN 就等于首项 AY 加上 N 减一乘公差值。好，第一个第一项就很快的整理出来，这比较容易。那我想这个没什么问题，就直接把它拿掉了来证明第二个。第二个是总和，就是第一项加到第 N 项，它的总和叫 SN， 那会等于二分之就是第一项加最后一项乘以 N， 也可以用二分之 N 2 AY 加 N 减一乘公差值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先把第一个证明，这先把它去掉，有容易了。来看第二个证明，好，那第二个证明呢？我们要证明的什么是 SN 呢？SN 应该是第一项加第二项加第三项加到 BN 项。好，那这里总共有 N 项，你也可以把它怎么样，把它反过来，反过来，那反过来的话，它就是变成 AN 加上 AN 减一加上 AN 减二加到首项。好，那我们知道等差数列它其实前后相加，它会等等差中项的两倍，就是说你 A1 加上 AN， 它是等于两倍的它们的中间项，那中间项呢是基本上两个相加除以二，好，那所以这个也是一样，你会发现这两个相加除以二是二分之一加的，那这两个相加除以二 N 减一加二也是 N 加一，所以它们也都一样，就是 A2 加上 A 的 N 减一也是等于两倍的 A 的二分之 N 加一，这两个项加起来，只是它等差中项，所以你发现这两项相加等于这两项相加等于，这每一个相加都是你不要加起来都是 N 加一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如果把这两个相加，它就会得到两倍 SN， 那它就会得到是，这都一样，就是 A1 加上 AN， 那这个我把它当作一组，这个当作一组，那这个跟它一样，这个跟它一样，那总共有几组呢？是不是有 N 组？ N 组，那 N 组相加起来怎么样？所以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 SN 呢，就等于二分之上加下来等于等于一个啦，是二分之两个，这里一样啦，二分之 N， A 加上二分，这个就跟这个一样，这公式一样。那你再把 AN 用刚才这个公式带进去 ，AN 用什么 ？A1 加上 N 减一乘除。AN 就用我们的
，A 一加上 N 减一，乘除，啊，带进去之后呢，那这加起来不就两个 A 1吗？那加上 N 减一乘除，不就是跟刚才这个，啊，跟上面这个就一模一样，啊，所以它就会等于。分乘上有两个 a1， 然后分解分乘除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公式，可以用这个公式，可以用这个公式。好，第二个公式是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就证明了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老师知道他吗？好，关掉。